本分局长春路派出所及侦查队日前接获线报，离姓男子非法持有毒品，遂组成专案小组进行搜证查缉，已经15日10时许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至罹难处所进行搜索，共计取获第二起毒品大麻、电子烟等赃证物。前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